第七题，第七、第八题是题组。乔巴在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支试管中随机装入几碗乙醇、醋酸、乙酸物质，并且在每支试管中加入10毫升的水。乔巴经由实验与观察获得以下的结果，请回答第七题跟第八题。第七题是问我们说哪一种物质可能是乙醇，我们晓得乙醇是可以溶于水的，所以是属于甲丙这一块。而我们的乙醇溶于水之后不解离，它的水溶液呈中性，所以石蕊试纸不会变色，所以呢就是丙的这一块，所以我们的乙醇应该是丙。因此第七题我们说哪一种物质可能是乙醇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